我看一下，之前呢，他拿到球之后，他是推到自己的队友 Mente 去撞到了黄春雄。哦，黄春雄这一拳打下来呢，打在 Mente 的头上，右勾拳加一分。不过呢，我想这场比赛打到这样子的情况呢，两边的情绪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掌控到，而造成呢最后一打架收场。我们也非常的幸运，这椅子并没有砸到